经叫小无头来按起一时啊！李超跟你讲，我巴肚内底已经有小微音啦！我这么爱你，你是安怎要跟我反背？我操你！我都没收，你控制我的生活。李超。大家要跟你爱的时阵，不到30秒，你就结束啊！你像这春发白，有一段厉害了，我们能够找到这个金钟奖的这个很厉害的演员，好不好？恋爱情境剧，你们家明天那个看不到的，他有其他的安排啊。那我刚好也没事，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逛逛啊？哎呦，你说他会不会要我陪他去哦？不会啦。我们都不管彼此在干什么的啦，对啦。哇靠！啊，你想要我教你吹直笛啊？当然可以啊，我还可以教你一些不一样的直笛啊，我都可以教你吹啊。我说的是中音笛，我这边很多。那个。家里有客人吗？我怎么好像有听到有人有说话的声音啊 ？OK， 好，各位，剧已经完了，好吧？有没有看到？这有两个选项，有两个选项。第一个选项，它就是表示露露听错了，没有这件事情啊，听错了，听错了。B 表明是在跟高中同学讲电话。嗯。好吧，如果你是这个人，对，你是这个人，你会怎么样？露露是你的女朋友，哦，好吧，啊，你听错了，这是 A， 然后另外一个说啊不啦，你这个我在跟我高中朋友讲电话，请选择，哎 ，B B A A B B， 好，所以有两位选了 A， 那 B action， 哎，我刚刚是不是听到有人说话的声音啊？你刚刚讲的这么暧昧，是男生还是女生啊？都已经这么晚了，你要讲电话不是应该跟我报备一下吗？没有暧昧好不好？这个就是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女同学。可是我不是有说不可以跟随便跟异性聊天吗？还是你开始嫌弃我看不到了？你想找其他人对吗？没有，你不要想太多好不好？就真的只是朋友。我不听，你这个该死的巨蟹座影渣！其实我跟你讲，我根本从头到尾我都看得到，我在骗你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有看过最近很红的 Netflix《此时此刻》第三集吧？露露跟林柏宏演的那个内容。对，我就在做社会实验，我就是要看你对我有没有忠心。原来。你从头到尾都看得到，你一直在骗我，你这个不要脸的家伙，一直在那边偷偷的宣传，说你有演《此时此刻》，而且你演的是第三集，你的颜色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我再也受不了你，一直无理取闹，一直歇斯底里，疑神疑鬼了，我现在就要走，先滚，哼！掌声鼓励，恋爱。情境剧 Part Two， 哎 ，Action！ 哎，宝贝，我回来喽。我先去洗个澡。慢着。怎么了？给我坐下。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吗？今天是礼拜六，我一大早没有看到你，你跑去哪里了？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还有。现在都几点？为什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我前天有跟你说，我要跟老吴去骑脚踏车。然后呢，我那一天呢用手机看片，所以手机没有电了，忘记充电。然后我为什么那么晚回来呢？因为老吴约我要去吃他新开的老唐牛肉面，就这么简单，我就陪他去吃牛肉面了。你前天有讲过，你今天早上出门就不用再跟我讲一次，是吗？我问你。我列的规矩第三条是什么？念出来。第三条吗？好像是任何时刻出门都要再跟你报备一遍。你看，你明明都记得，你还忘记，你找死是吗？跟你讲啊，你现在到底是怎样？
什么手机看片忘了充，你现在怎样？还怪我是不是？哦，对对，对不起啊，都是我的错。因为早上快迟到，所以我就忘记跟你说了。那如果没事的话，我先去洗澡了。陈先生，请问我话是讲完了吗？各位，你的选择 A， 乖乖坐下来 ；B， 起身表达不满，杠上了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答案。哎呦 ，A， 哎呦，只有一个 B 呀、啊、，A。Action， 陈先生，请问我是讲完了吗？干嘛？你这样看我怎样？恨我还是爱我啊？没有啦，我只是有点累啊。我是爱你的。哎呦，你也知道嘛，人家上一任就是因为常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偷跑去磨铁啊，所以我才这么没有安全感嘛。我对你那么严格，应该不会生气吧？当然不会啊，宝贝，你放心啦。像那个什么天花板有十二星座的那个沙多宝，然后或者是像离这边比较近的南港探索，或者是有各种主题场景的这个戏子欲望 motel， 里面有教室的啦，有监狱的啦，有办公室，有捷运的，各种场景什么通通都有。这些呢，我通通都没有听过，所以呢，我也不可能会去嘛。所以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背叛你。那如果没有事的话，我先去洗澡了。等一下啦，不是啊。怎么了？我们很有没有那个人？我们又很有没有那个人？那个就是很久没有那个了嘛？不是啊，因为我今天出门一整天了，就是真的有点累了。那而且上次那样子一搞，我在床上躺了三天呢。你可不可以让我再多休息几天啊？好不好？美美啊，你之前不是有一个绰号叫邱泽玩吗？陪你一直玩呐、啊，所以你今天就陪我玩一下嘛。有钱的小吴啊？哎，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眼熟啊？有钱的小吴是？哎，你干嘛看我手机啦？干嘛？不，你刚刚手机跳出讯息啊，我看一下是谁而已啊，你干嘛？你知道你这个叫偷窥吗？我可不可以有一点自己的隐私啊？哎，我是你男朋友哎，为什么不能看你手机？那你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啊？你害怕我看你手机啊？你会不会管太多啊？干嘛？你住海边是不是？你们住海边旅长算了啦。你，我跟你讲哦，虽然说我们是在一起，可是你是我男朋友，对，没错。可是我可以有一点自己的隐私吧？看什么看？哎，厉害啦！哎，尊重对方隐私。B， 试着查明真相。三、二、一，请亮盘。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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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。哎，四个 A， 两个 B， 我真不能理解，不能理解。因为选 B 比较好笑。选 B 比较好笑。选 B 比较好。要不要看一下 B 啊？要不要看我们的 B？ 好，我想看。想看 B 是什么状况？来，你可以给我点隐私啊。手机啊，摕出来。啊？你不会卡卡摕吗？哎呦，什么？你是安怎要传 DNA report 给小吴？你讲，你搞我讲不清楚，你手机啊内底这份 DNA report 是什么物件？既然已经被你发现了，那呢，我就把这个秘密讲出来。其实，不对了，我已经跟小吴偷来暗器一时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巴肚内底已经有小吴的囡仔。我这么爱你，你是安怎？要跟我反背？我操你妈！我都没想，你控制我的生活，而且大
家要跟你爱的时阵，不到30秒，你就结束啊！而且最后春发白，一摆就好，你嘛无法度啦！我已经受不了啊！我跟你讲，我已经是小威人啊！你莫过来催我。既然安尼，安尼你以前跟我讲的山盟海誓，算什么？剩成语啦。